感觉像是刚刚射精了的感觉，哎。各位，我是新手啊！各位请带一下我这个新手啊！我是新手，新手求带啊！各位，你这账号是什么牌啊？你这账号什么位？我这账号十三等，三等，对，十三等，大小，这是虐菜，那不是虐菜，不是虐菜，我是新手，各位，我是新手，新手求带。完了，我要死了。我救不了你，嘿嘿，拜拜，可怜，笑死，扎根塔，我完了，你是现炸，你是现炸，我是对现炸，我不要到底干嘛？我需要你，杰哥，我需要你，杰哥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谢谢你，不要，哎，哈哈哈哈。这游戏好难玩，我想帮你打死。我知道，可是这游戏好难玩。我是不是老了？就是我姐妹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期末考，所以打得很少。打完好像回来之后就觉得有一种江郎才尽了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终于上六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！哇哇！好，等等我，快点，挤哦。没有头，先杀杰，对没错。哦，到底是什么小啦？没大了，死喽！太爽了。啊！起飞了，各位，起飞了！这个猫怎么飞来飞去？冲！好像有五连杀，有五连杀，那个解给我。哎，好吧，算了，没事。太阳五连杀，我没拿，我知道，我又没说你拿。现在会有惩罚吗？什么惩罚？那个打野会有啊，打野会有啊，还是会有。对啊，五连杀！我干你娘嘞！哎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哎。我五连杀，给我五连杀！哎，我的五连杀！谁打头？为什么不给我五连杀？那你要等等啊！来，各位请给我们要打五。干，你这 AP 这么高，你会把我五连杀打掉吗？我没关系。妈，你要抢 ？OK。还要抢？他干，他是真的会，他是真的要抢，哎，好难过，哎，可能我的命运就是今年拿不到五连杀了。今年剩下时间，我想说撑多一点素材，放在我的年末五连杀精华。那是阿打，不是 Q， 我知道你没办法控制，我只是在说我的命运，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吧。最后一把了，各位 ID 给我。我干，我肩膀刚响的超大声，我靠！
拜托，我真的很想破掉这个厄运，这个年末拿不到五连杀的厄运，我想要把它破掉。为什么我16等的会排到白金？为啥呢？为啥？哎，狼人来，狼人来，还应该，但我单挑不赢他吧？我感觉我比较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单挑赢了，我干，哇，差点被抢头，他没引诱，我靠，这个拉打，哇，差点。不要跑！哈哈哈，替死鬼！笑死！死到！有种上来顶我！有种上来！来！狼人吗？死喽！嘿，副驾来，雅宁，死喽！死光喽！你还有我？没有，你并没有我。娘的，他妈！哎，我就闻到五连杀的味道了，有没有？我去想干！等一下，对，还有一个他们第一个雷双，我们应该没得。嗯，确实，他们没有压一打五的意思。拜托！为什么会有金人帮我坦塔？谢谢你，玩你！我感觉我感觉像是刚刚射金，我感觉像是刚刚射金了的感觉，哎。不是啊，他妈到底有谁泡温泉会一个人去泡？他妈超级尴尬，不是吗？对啊，超级可悲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也有点可悲。不，男生一个人去电影院的话，看很可悲。嗯，至少带上一个基友吧，懂我什么意思吗？男生啦，女生可以，男生不行。我不是女权，可是。但是就感觉怪怪的，你懂我说什么意思吗？不过我的那些，我的价值观确实是有点奇怪，你懂什么？有些时候呢，我的价值观确实有些时候就是有点奇怪，比如那个火锅不可以加白饭的理论，可是承受不住寂寞，可能哦。还是肉高的锅，加油！分叉、啊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哎，哇！大家都很默契的，马上不推了。大家都很默契的都不推，大家都知道我想要干嘛。我靠！哇，你们真是太棒了！干，你要不要凑个100杀？100杀？是吗？这游戏真好玩！再来，继续玩，继续。我靠他妈的三角，下面一位，那就牛头死了，好了，真是比较难过。等他们清一下兵好了，因为这个兵进去的话，感觉会被人拆得很惨。你好，那个又没个货了吗？会掉的。俗头人，这阿卡伊他妈直接走选手不出来了啊！不，你们快，你们清兵好不好啊？你们快清兵！太好了，他妈把线推出去了，太棒了，他们太棒了。帮我组装好不好？傻小了，到底傻小？
你要说你看不起他，你要说你看不起他。再来个五招，再来个五招，还是亏完了吧？我们这五招亏了。他们全部呆泉水不出来了耶！没有，他们不是。哎，你在干嘛，老哥？完了，这个兵推完了，干！哎，12万输出。哎，干我的输出好开心。哎，这输出为什么很开心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来看一下我们打几个眼怪，我来看一下我们打几个。